强者按无加做无本钱哦，伊岛农民中秋过节的表态无去过期。国民党高雄市议会党团今日发起的议会研究强者农的行动，希望强者会较有小条地位。党团恳请中央同地方共同拿出对策，按内强者的家事将会做地位稳定下来。一日间就加农，一日间就加农。国民党高雄市议会党团发起因应研究走农的行动，因为沿途热强就山体树桥家，每公斤六到五元左右，本走农感叹所有的投资同努力如一下了呛呛。本人投资百外万，真啊，血本无归，欲哭无泪，惨兮兮，以前用唔易输的啊，唔易过的，过的嘛本钱唔合本钱啊。国民党议员问政议，农委会期望每公斤播出量的原本食品加工业者，以收发1200公吨强走的做法，对走农并无实质的效益。唔过高雄市农业局表示，只要每吨批发量减少，如果产生连通的效应，本造价反转上扬。1200吨补助在加工食品加工业，而没有补助在交农上。当这1200公吨就被去化后，整体香蕉的价格就会往上带动。为了天数走农扩开通路，对七月份开始，高雄市政府各机关同民间企业，运用比市场价市高好的每公斤23元发通团购，到今采购的数量已经达到4980箱，用实质的行动支持代替走农。下届新闻陈文玲高雄报道。